周休假期来喝个悠哉的下午茶。来自新加坡的林远成跟台湾太太甘碧华两个人曾经在新加坡米其林餐厅工作过，回到台湾之后决定打造混血风情的下午茶，以正统东方茶作为主角，开发了各式各样兼具美观的创意饮料。虽然受到疫情影响，林远成一直没有办法回到新加坡，但台湾浓浓的人情味成了夫妻创业路上的最大支柱。关键字带你搜寻生活大小事，想查询完整的节目内容，你可以上年代新闻的网站，或是赶快加入我们的粉丝团。感谢你的收看，我是陈元淳，我们下个礼拜见。